词汇叫云音乐，而它的声音我来形容就是响遏行云，连天上的白云听到这么高亢优美嘹亮的歌声都下来停下脚步前来欣赏。那说到在咱们中国的歌坛嗓音特别高亢的歌手，你们的范围还没缩小是吧？我再给你们一个缩小的这样一个范畴。对啊，她是刀郎的唯一的女弟子。哎，我看到了这边灯光牌上已经打出了她的名字，没错，她今天就来到了现场。我们来有请特别有实力的、拥有金属般嘹亮高音的云朵，为我们演唱大家耳熟能详的《爱是你我》，有请。